是嘉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带大家来龙潭一日轻旅行，骑上 U bike， 沿着三菱自行车步道，可以看到南天宫还有花彩节的现场。跟着我一起漫游在龙潭吧，走。旁边就是龙潭大池，穿过龙潭大池就是南天宫喽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师的作品《白雪公主与矮人之梦》，像云朵又像香菇的造型，好梦幻的颜色啊！想必很快会成为热门 IG 打卡点哦。现在花况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已经有很多游客来这边散步。就到了三菱村，漫步小径，有着欧洲乡村的悠闲，沿路欣赏着茶园风光，还可以找个茶园喝杯茶哦。来到三菱县的终点，进来客家文化园区逛逛吧。发现龙潭最新景点林潭街，这条由废弃老街变身文青聚落的新创基地，绝对是来龙潭不能错过的景点哦。骑完单车肚子饿了怎么办？龙潭巷弄小吃美食等着你来品尝。放假去哪玩了吗？